红点上次不是说要包养阿纪吗？对，他想被我包养啊！他已包养我，他已经包养吃软饭。对他想吃软饭，但我吃硬不吃。他吃硬的，他不吃软的。谁要吃软？我们先来听听看，诸位男主角们呢，他们特别喜欢什么样的那种理想型的女生，好不好？好，请我们家丰田先吗？好，好。我其实喜欢姐姐型的，哎、年纪比我大的。哎呦，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对女生撒娇的。哦。对女朋友，如果那个人是短发的话，更加分。哦，可以。哇，你根本就在跟阿纪告白。对对对，姐姐也有上限啊，不要比我妈大。不要比我妈妈大就好。不要比你妈大，你妈几岁？开玩笑，56了。你绝对年轻、啊。对啊，我比她年轻啊，那还可以啦。看起来28。后面还有吗？如果有好身材的话，当然是加分。但我本人是不太 care 身材。不太 care 身材吗？完全不 care。是真爱。这么明显。加薪仔龙加厚，有那个懂他吗？可是我很好奇，他说可以让我撒娇，你会怎么撒娇？我会。来来来，你坐过来，真的。我想看撒娇。我今天位置让给你好不好。怎么样？你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我变得很恶心哦。我想看，我们想看。你像变婴儿。好啊好。我要抱抱。你秀秀我，秀秀我。那你会用塞奶的声音说我爱你吗？怎么样？我爱你。我要亲一个。啊！咕咕咕咕咕咕。哎呦！天哪！好丢脸哦！我要回去了。太丢脸，太丢脸。故意开歌，故意。我真的变这样子。他越这样，姐姐。他越这样，我越觉得我年纪好大。妈妈，妈妈，像妈妈，像妈妈。丰田，我的是真正的加分哦，我的舌头很长，哎呦喂，绝对比你们想象中的更长，真假？可以碰到鼻子。目前你的舌头多长？很短呢。对啊，那你要能多长？他说他可以碰到鼻子。我的舌头，很长哎，很长，摸鼻子有点技巧。瞧一下位置，下巴的位置。啊！哇，好可爱哦！那你现在可以碰到我这里吗？碰不到啊！你看吧，厉害，加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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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起来。这个有加分，有啊。心情不好就教吐舌头啊。你没有发现，你看到他的舌头在蠕动的时候。是跟他的胸肌是一样的效果。我只有看他舌头在蠕动的时候，阿纪很兴奋。其实每一个我都很兴奋，到目前为止。好好好，丰田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高的男生。还有刚刚的撒娇，对，中了。撒娇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如果他一边撒娇，然后一边吐舌头。宝贝。太恶了吧！这有点可怕，有点可怕。真这样做让我超心动。哎呦，什么动作？什么动作？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抬头仰望我。那这个男生要长得够高。这个我喜欢的。你很仰望你啊。所以我有恋爱脑啊，很容易爱上别人。女生都是看我都是抬头看，但我觉得那个角度觉得特别可爱。就是这样子看的那个女生看你的，你高啊，谁看你都是仰头吧。所以我喜欢啊，大家中央空调，中央空调这样。要除了仰望，要配合什么表情吗？还是啊，那种撒娇的那种眼神啊，撒娇，我做不出来了。躺在，抬头的时候那个表情有点可爱，抬头加撒娇，对，撒娇的那个脸。哇！仰望哦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前面是瞪我哎，他好像不太舒服。我觉得不然跟以威示范一下。哇，好紧张哦。可以这样子吗？你如果太，你怕你太高，你就8万。你说我怕我太高，我就对对，就可以更仰望了。真的，好，那我蹲低，我蹲低。哎呀！对，你是职业配手。
沉静。没啦，没啦，你不要那么低啦，来再来。我怎么说？我要跟他差不多高，我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刚蹲的有点低了啦。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就是那边唱歌嘞。好好好，你把头摇啊啦。你好，你好。有，那表情有做，但我只记得他的胸部哎。叫你啊，我的，你都没有眼睛吗？你给我俯视。我眼睛一直飘，一直飘。但真的那个他的表情真的有可爱。他同样看两颗，但看别颗。对啊。约会吃饭主动 AA。哎呦。AA 耶，这个有个性哦。是我的，虽然说现在的风气就是男生会主动结账，对。但是如果女生可能三不五十跟你一起 AA 这样子，就觉得说哇，这女生是尊重我的，然后就觉得说这女生其实很懂得，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，而且不会贪财，对。就会觉得好感度加分非常多。但我觉得约会的时候 AA 其实是很扣分的。应该是说，哎，这一顿饭，例如是小昭请我的，那等一下看电影，姐姐付钱。哦，这样也可以。这样子的礼尚往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对对。外面有时候吃饭512，你要怎么分？对不对？还要分，还零头。对啊，这样子整个约会的气氛就会尴尬掉。我可以理解你。这么说，这么说。男生现在很多女生都这样子，钱包都不拿出来，然后我们男生请客了，他们。完全不说谢谢，对不对？他觉得应该的，哎，可是我反而是对他们都觉得应该的，我会自己去步调的，因为我会很怕那个尴尬的瞬间，所以这种第一次出去我都会先步调。但你是好女人，好人，很多人都这样子，就以为是男生应该付钱，所以我根本不需要道歉。可是女生先付掉，有的男生就觉得哎，不做波饼助威啊，不给面子。看他要不要下一个，就像拉拉没有，所以要有一个来回，有来回，我付了，没事了，我付啊，对，来回要三。至少要三次，要三，还要三次，三次。所以看完电影要干嘛？去motel啊，干嘛？那我想选你，去motel谁付？谁付钱？motel谁付？AA制好了。还AA制？姐妹吃饭这么贵啊？几百个小几百块就可以搞定了。吃饭去什么日式料理，好几千块。但很怪啊。女生跟你去那里，没说啊，我可以冲啥，我搁跟你开机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这样不要吞口，真的丢脸丢脸。真的，换人。第一阶段就是丰田掏钱，所以他说他要姐姐包啊。对啊。那付那一天两天，他一次付到满一个月。啊，不可以呢，你哪个包养啊？连你 motel 买你入钱，你会你也送吗？啊，跟我做伙还搁去 motel 哦。对不对？就直接回家了。回家，对，回家就不用烦恼。林医师，哎，为什么？大家都觉得我会选以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挑战性太低了。我后来也没有想，因为你喜欢腋下啊。没有吗？我看到腋下很漂亮啊，身材好啊。我刚刚听到他那个去模特 AA， 我直接不选他。那怎么换呢？然后我喜欢就是挑战性高一点的小七，而且没有选我，为什么？他哪来的挑战性？他就是有一个距离感啊，一直维持一个距离感。我想要突破那个啊，你喜欢角色扮演吧？对，啊，给我打针打针。那我选丰田。人不懂那个台湾，他来很久了。hotel 的文化，我们不用去 hotel 啊，在家里就不用付钱啦、啊。所以不用烦恼这件事。没有 AA 制的问题，我也会赚钱，我觉得可以互相呢。对啊。来了，宝宝。微笑，宝宝。